两成出头而已。这个球出棒打到在三垒这一边，就三垒手王威成没有接到这个球，也是技失误。这个艾斯特跟张玉成哦，塞在外角，这个球直接三振掉，拉掉了张玉成。这球出手打到是在左边界内了，落地。岳振华现在要上二垒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个球有点勉强，哦，捕手捞到了，投手捞到了，哇，弯下腰，最后蓝力还是把这个球给捡起来了，成功的处理。想要走外面的，偏到了球出手，打出安打了，哇，这个球曾颂文第一个球就来尝试右边方向的平飞安打，带有一分的打点，中信兄弟在一局下。先取得点，先打破了鸭蛋，一比零领先。哎呀，那应该还是有危机哦。哇，这个球也打得扎实了。三友之间的平飞安打，那现在垒包上面的跑者要来拼本垒，中间转传来不及了。哇，连续的两支四十的安打哦，到九号位的外侧啊，做一个调整，就像这样。哇，这个球漏掉了。哇，那垒包上面的跑者要上二三垒了。巨星来到现场，满球数了。这个球出棒，结果打到是在中间方向的飞球，中外手已经掌握到了，成功接杀。这球捞起来打得还蛮扎实的哦，距离上够不够？退到了全力打，抢前，哇！申浩伟这个球太漂亮了 ，Nice play， 申浩伟，哇！哇！直接飞起来接杀之后，还撞向了全垒打墙。哇！最后这一个变化球没有挥中，成功三振掉了打击的高国麟。出手打到在二垒这边，结果穿了出去。哦，中贤这个球很技巧性哦，刁钻呐。对。对，哦，站在打击区框框里面的内侧，挥棒落空，这个球出棒打到是在左外野方向的飞球，左外野手后退，掌握到，成功接杀，件薄外套，这个球一垒手扑下去挡下来，传给补位的投手踩垒包。也是一个精彩的 nice play， 今天两边都有守备部分的美技演出。哇，王威成，哇，这个球漏了一下就没机会了哦。可能哦。这个球投手接到传二垒，再往一垒送。哇，这是一个 double play。压得很低，最终主审判定是坏球哦。这球拉过来，打到在左外野方向的平飞安打，跑者停下来，在二垒垒包。这球出棒，结果打到是在游击方向，游击手收球之后先传二垒，再往一垒这边传，没有抓到打者。教练对你的期望值是更大的，他希望你像哦，现在抓投手犯规，蘑菇，哦，哇，这边看到的是一垒手罗君宏先生是直接抓犯规，对，就直接很明显的抓了这球投手犯规，三垒上的跑者跟一垒上的跑者都要前进一个垒包，所以中立兄弟的第三分回来了，跨脚抬起来之后有转的动作了，抬起来转了再往一垒踩哦。一垒省这边是很快的就裁定这是一个投手犯规了，现在球数是打者领先，偏外侧，又投出室外球保送哦，出手结果打到是在二垒方向反弹，又传向二垒，再往一垒这边传，这唯一是一个机会啊，要抓一个 double play， 但没有形成。一垒这边呢是安全上垒，不过安将换投手了，北澳57号的欧书成。那现在中信兄弟
哎呦，这个球没有投准。哇，这个就是一个扎扎实实的触身球了。这个球出手打到是在中间方向的飞球，中外野手就定位成功接杀。这个球出手打到是在左外野方向的飞球，打到了全垒打墙。哦，结果又漏了一下，那这样二垒就没有机会了。嗯，詹子贤来到二垒垒包上面没有问题，回眸落空 high fastball， 吴世豪。在这个时候投出了一个蛮重要的三振，抓到了这个半局第一个出局数。哇，这高角度速球，这个球捞起来，在界内要得分喽！哇，今天陈子豪延续在昨天的一个好手感啊，在关键的时刻又在帮助球队添分了。嗯。捞起来，但这个球看起来距离可能不够，对，因为仰角有点太高了，形成一个左外野方向的飞球。这球出手又敲安打了，那现在二垒上的跑者要来拼了，要来拼，绕过三垒要回本垒没有问题。这个球出手打到是在右外野方向的飞球，右外野手掌握到了，成功接杀。这两个结合是非常的成功的。来看一下，在八局上半，富邦悍将的进攻，这个球打到的是在投手球后方，满球数的对决，但这次投偏掉了。这个球打到是在三垒方向，传二垒，再往一垒送 double play。这场比赛第五任的投手上来了，打不可能叫徐俊宏去守中外野，好想看他守，打了一支安打，挥棒落空，又来一 K， 哇哦，陈虎，冷气太强，冷气的地方我就很难去预测这样的状况，冷气太强不习惯。哇，这个球打得很高，张玉成没有打好，形成了一个一垒边线的界外飞球，最后是遭到了接杀，也形成了这场比赛最后一个出局数。在这场赛事，轮番上阵，由 Eric Style 先打头阵，然后在后面接上的吴俊伟、蔡启哲、王凯成、陈虎，顺利的封锁住了富邦悍将，让悍将整场比赛只有三支的安打，没有得到任何的分数，最终比分是5-0。中信兄弟在这个系列战三连战，在大巨蛋所进行的赛事，第一战跟第二战都顺利的收下胜利。